你云逛韩国的 Zara， 好久没逛 Zara 了，金耳哥倒是要来看看他们又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衣裳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件断臂维纳斯，配上这条拼布牛仔裤应该还不错。衬衫上缝着老些珠子是认真的吗？设计依旧是非常大胆性感，颜色饱和度很高，花里胡哨。我时常在想，到底什么人可以驾驭这些衣服？这件好像我家以前的麻将布，咱就是说主打一个 sexy， 可以撑开是不是？这件好异域风情。其实好看的也挺多。哎，这挺好看的，真的。然而是我小个子女生不配了。算了，来看看裤子，怪有科技感。这条里面还掺了金丝，这件我还挺中意的。娃娃领的牛仔坎袖，不知怎么形容的包包，来买的人真的好多。可是为什么平时看不见大家穿呢？